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超自然敬拜学院将要开始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学院不但要帮助我们提升我们个人祷告敬拜的生命，也要提升台湾众教会在敬拜祷告的一个生命还有专业的技巧。而这样的一个敬拜跟祷告，不只是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，更是我们在永恒里面的侍奉。我们看到在天上宝座前四活物24位长老，他们手拿琴跟金香炉，让我们看到琴跟金香炉就是敬拜祷告。我们期待透过这个学院，让我们看见神要大大的赐福给台湾的众教会。